那你一塔都10万吗？白工位啊？对啊。床底抽屉里塞得满满都是千元大钞，警方拿出来清算，眼睛都快花了，就连衣柜里也有。嗯，那是我的啊，我银行不知道资料。多达758万现金就藏在这小小的房间里，警方数钱数到手软，嫌犯在旁边跳针在喊，这些都不是他的。那真的不是我的、啊。我的柜子只有那一个而已，剩下那个都不是我的。因为这些钱都是诈骗集团搜刮来的赃款，26岁无姓嫌犯负责把现金转换成虚拟货币，再把交易伪装成正当管道换汇，大胆洗钱，被警方盯上。吴贤名下申办数十家银行账户，但是却不敢将这些钱存入银行之中。反而将钱藏匿在家中的床底、衣柜等处。黑钱不敢存在银行，塞进床底，以为可以高枕无忧，依旧被警方移送法办。还有特勤警力荷枪实弹到民宅攻坚。李总，来来，快上手，手爆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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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毒品案溯源，警方掌握情资，同步在北中南五地发动搜索。嫌犯看警方上门，吓到抱头蹲下，不敢反抗。一共查扣海洛因毒品200克，非制式手枪2把，要气毒速枪，确保没有落网之鱼。记者黄湘芬、李云杰，台中报道。我是李依璇，主播工作对我来说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。张撼动社会，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，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，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。更多新闻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